好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黎国豪，武当太极十三世。咁佢令到我嗰個步伐啊，同埋個手勢啊，都有所改變嘅。因為我跟師傅之前都學過少少太極噶嘛，咁睇翻我自己學之前同埋跟咗師傅學呢個十三世之後咧，咁呢個基本功夫就令到我個對呢個功法咧係瞭解多咗，對太極呢個功法每一步個手勢。同埋每一個步伐咧，佢都搞得好清楚，即係令到我對太極依一樣嘢係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咗咯。咁啊最重要佢師傅教識咗我點樣去學識嗰、那個吐納運氣喺個功法嗰度，咁令到我練出嚟咧係個感覺係唔同咗，係內氣同埋嗰個動功結合，令到嗰、那個做出嚟嗰種感覺係完全唔同嘅，因為同之前咧我冇用呢個吐納嗰個運氣咧，咁去玩太極係一個好唔實在嘅嘢咯。咁當師傅教識咗內外合一嗰陣時咧，係完全係感覺係兩回事咯。之前我去玩太極嗰陣時咧，我好似係一個表層去做一樣嘢咁樣啫。咁完全咧係感覺唔到嗰套功法嗰種存在感嘅。不過我師傅教識咗我運氣啊、吐納啊，將內外結合嗰陣時咧，佢每一個動作同埋每一個細節咧都有去分析俾我聽，佢點樣去用啊，咁樣點樣去處理嗰個動作啊，咁係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咯。因為每一下都可以咧知道嗰個動作係啲乜嘢嚟嘅。同埋咧，個運氣應該係去到邊一個位置，咁係令到嗰樣嘢係層次係提升咗啊！令到我覺得依樣嘢係好好嘅體驗咯。最重要佢令到我對太極依門功夫咧係更加有興趣去學習。